超新纱面料，然后呢四个颜色都超级正，然后它有多穿。来，如果呢你收到这一款面料你觉得不好，请你退货回来。非常漂亮的织线，还有呢我们的磅数绝对是非常非常的棒。还有肩带，如果冬天啦，像现在有点微冷又不是太冷，你想要这样穿 OK， 你来你可以把它收起来正常穿也 OK。 这一款呢就用做到多穿，而且它可以前交叉后交叉，然后你可以把袋子藏起来全部变成一字领。好，它的弹性超级弹。再来呢我们家颜色呢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弹性啊我倒没有觉得它特别去哪边，但是呢面料保暖程度整个整体上跟颜色的选色绝对是非常的厉害。好，它是新款包心上面，而且我们家的格纹是非常格纹分明哦。这个颜色是所有里面颜色会让你显得最白最白的颜色，但女生好多人买粉红色，它的弹度绝对绝对绝对保证让你们喜欢。然后呢磅数面料保暖程度价格都是非常非常的优， L 号绝对可以， XL 都可以，它的弹性非常好。因为包心纱新款面料是真的保暖，然后我们家的弹度是选用最弹超弹的，你看哦，你就可以再放几个手臂进去，这个面料是完全骗不了人的哦。可以搭你的大衣搭你的小裙裙都 OK。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微性感斜肩，那就斜肩。这一款呢非常多变，可以做到很多很多的造型，你看它还可以变成胶超好看的。然后你要微微拉一字领 OK， 它是有点你看哦，它有点毛毛，然后粉色超好看，它就是那种玫瑰粉，然后穿起来女生就会变得很甜然后很幸福的感觉。来，穿成正常也非常好看啊。来 V 领，然后呢要拉成一字领又来了，粉色拉一字领其实很漂亮。那这边一样有肩带，如果你担心它掉你就把它勾上来。我跟你讲其实黑色穿起来超好看，而且有没有看到它的菱格，黑色一样是样样分明。你看黑色搭这个手袖，其实黑色才是一匹黑马，有看到吗？我觉得黑色超好看耶，这款的弹性真的实在太好了。好，你们我跟你讲随意拉都可以拉离开镜头了，所以呢这款我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。这个肩带如果你们想要穿露肩又怕掉下来的话，来比较瘦的粉丝就可以这样挂着，有没有超级厉害的。好，黑色真的才是一匹黑马，你们有发现吗？